哥哥走了。走到那里我就走了，走了，好好好，妈妈，我去开门。黑门呢最美，小朋友们可以开门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你说歪进不来，歪我觉得最帅的小朋友他就会跟我一起转起来，跟我一起扭腰，好好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尝试洗碗呢？好，你看洗碗是不是很快乐？很棒很棒很棒。我要帮你们梳一下头，因为我看你们的头发太乱了。你要留一点点在前面，对吧？然后这样我给你弄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头发。哎呀，好好看啊，这个头，你的头发好顺哦，有点黄黄的，天生的这种，很好。这个头发真的是漂亮了，我走了，去上班了。买一罐奶粉，这个大牛带回家。买两罐送，再要三罐吗？两罐就够了。两罐就够了。谢谢光临，谢谢支持生意，谢谢，拜拜。再见。这是我的电饭锅，可以给你吧。喜不喜欢我？你喜不喜欢我？拥抱一下，我们三个拥抱一下。第四季我们也拍了。你都长大了，还找你拍干啥呀？弟弟为啥还找我拍？不知道，觉得你调皮呗，可能。这个是你们今天的任务卡。压轴大戏来了，来一起跳舞喽，嘿！其实家里面很多细节也是让我觉得，比如说像我老大，我抱着他，只要我一唱歌，他就会目不转睛的看着我，然后我稍微这样摇的时候，他就会笑，笑得很可爱。老二会更加仔细的听我唱歌，他是一个看什么事情都很专注的人。